OK，你好，我是 Leo，今天要介绍的是，噔噔，HyperX Clustering S，讲讲 HyperX Clustering S。那这款耳机也是 HyperX 强力推荐给你哦，也是今年新上市的耳罩式耳机。李欧这一次也整理出这款耳机比较吸引我的特色，第一个也是这一次新加入最大的亮点 ,7.1 虚拟环绕音效，让你在戴上耳机游玩时犹如身临其境的感受。第二点，沉浸式游戏音效，50公里驱动单体与耳朵位置平行，让高音、中音以及低音都能够有相当优秀的表现。戴上它，让你马上沉浸在游戏之中。第三点，舒适的佩戴体验。HyperX 耳机一直都标榜着能够长时间的佩戴也不会感到疲劳，主要是因为他们使用人造皮革以及记忆海绵，让耳垫本身和耳朵接触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感。第四点，旋转切换静音麦克风，学弟拜托，过来，学弟。OK，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 HyperX Clustering S 的介绍。那如果对这款产品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都可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或者是置顶留言的连结来做了解。如果还是不清楚的话呢，也可以到李欧的粉丝团来做询问。那这一次 HyperX 也非常的用心，有提供一个耳机来做抽奖。只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到脸书粉丝团将这支影片的贴文分享出去，到贴文下方留言留下 HyperX Clustering S， 最后再留下李欧最喜欢这款耳机的四大特点，我就从留言当中呢随机抽出一位可以获得 HyperX Clustering S 这一款的全新耳机。OK， 那详细的抽奖方法也可以从资讯栏上面查看哦。OK， 那我是 Leo，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然后脸书粉丝团 IG 记得帮我追踪一下。那如果要抽奖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到粉丝团贴文下方留言哦。那最后也非常感谢 HyperX 厂商提供的 Clustering S 耳机。OK， 那我们就下次见哦，大家拜拜。